他现在把那个 B 边救出来 ，B 边救出来了。Hello， 逢甲城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小编两个目前要去烟雾体验喽 ，Let's go。不要进去。来。完全看不到，要用手摸。再看一下里面，完全一片白看不到。小编出去了，现在要进去了。这是烟雾体验。哦。这是模拟在烟雾里面的感觉。我们出来了。它在里面就是会让你感觉看不到的，模拟看不到的情境，然后你就要用你的身体或者是手去触摸墙壁，然后引导你可以顺利的逃生。然后现在换美丽的 B 边，里面完全看不到路，但是因为它是就是模拟灾害的当下，所以它是模拟白烟，但是你如果在那个其他的灾害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是有黑烟或者是更浓的烟，就是不是像这里面。